後咧，哇！一出就成為 HMV 同埋 CD Warehouse 嘅銷量榜冠軍。上架唔到一個鐘就即刻登上熱門專輯銷量榜嘅冠軍。兩個鐘頭之內咧，係勇奪 iTunes Bestseller Album 嘅專輯綜合榜冠軍，登上五大銷售排行榜嘅冠軍。其中咧，《白天的黑夜》啦，《創傷》。Thank you.
只要开口，回头便享有。谁只要看我，从此夜可退后。
Thank you.